学测制度改变，很多学长姐就算是满级分，也是在二届的时候因为口试而被考官刷掉。只有一个人能录取，我们要怎么成为那一个人呢？必须用在这里所学到说话的方法技巧来获得面试官的青睐，在未来遇到困难都能迎刃而解。